Hello L 的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J Sean， 那个 J 这个 Sean。这一张比较在更 urban 一点，但是这一张我把它控制在 sound 比较一致，它有变化，但是它是在同一个 vibe 里面做变化这样子。理想爱情就是可以在爱情之余，还有空间跟自己的朋友相处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，至少对我来讲啦。对，喜欢的女生类型基本上顺眼，然后有用大脑的习惯会更好。通常情人节喜欢怎么过？没有一个制式，说真的，因为有时候在想一些跟情人节无关的事情，就想说，哎，如果我今天去餐厅吃他设计好的情人节套餐，这样子我是不是正在一步一步掉入商人设计好的节日圈套里面？所以我要这样做吗？还是我偶尔随波逐流一下？对，我想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样。是真理或邪教，坠入人间道，逼得我尖叫，整个世界为他神魂颠倒，今天有幸见到我无如此的绝妙。 What just happened in my world must be the girl， 让我瞬间了解。